得點一啲點有好多啲點又可以放細點，又可以咁細點，又可以咁大點。我咁大點，如果咁大點拉長咗就係線咯。啊，咁係咩嘢咧？係咩？我都又係未知數，啊，都唔知係乜嘢。總之呢啲點。你想點就點，想點就點，想點就點，想點就點。咁啊，咁呢啲線加上呢點就 OK 啦。嚇！好犀利嘅，好叻嘅，佢好叻嘅佢。阿白丁佢好勁啊！佢啲轉數高到不得了。你哋唔使講咩嘢，你睇佢揀個老公就知啦。係啊，咩嘢都假。你想轉數咁快先得㗎嘛？唔係啊，佢唔係咁拋㗎，即係大家唔啱數，唔啱轉數啊！即係話聽到唔啱啊！唔係唔啱轉數。係啊，一個咁叻，人哋話唔啱轉數就唔得。好耐嗰啲打唔到㗎嘛？誒，講完嗰陣笑完啦，都已經笑完轉話題都仲喺度咁。係啦，要兩個都咁啱數啊嘛！嗱，咁又有啲點，有啲線，咁又好似有一啲內容。不知道是什麼都不知道是什麼都不用知道是什麼其實又不用知道是什麼這裡有一些轉變不用理會是什麼這裡有一些轉變跟那些點法又不同心思又不同這樣有這麼多東西給你畫一些東西出來那畫一些東西出來不重要的那你想想音樂喺度叮叮噹噹去做咩噶？我俾人欣賞嘅咯，或者冇人欣賞，自己欣賞啦，冇辦法啦，係咪啊？都唔係欣賞。係啊，我都係話最緊要自娛自樂。係啊，咪自娛欣賞啦。